不用跑几个，你不了。来上货了啊，老铁们！户外重货啊！你看前面那个水泡已经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他说刚才网动了一下子，不知道啥鱼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拉上来，因为这儿的水啊，可能得有七八米到十米深。完了还用的是两指的网眼，主要是想抓鲫鱼来，没想到碰到大的，中的。中招了，还有大树在收拾的，他现在还往底下坠吧？坠了，那海了，跑了，往里地吗？这就给太跑了，这个。那海了，离地了，往离地了，弄深水还不离地？搁里，搁里，出去了，活扯把弄，我兜里来出什么去？什么出去了？这不大鱼啊！哟，这个鲤鱼漂亮，这漂亮，这个美。你这鲤鱼多好，我讲，你看这新水鱼到底好看？不是，这正八经纯野生，知道吧？这个鱼挺大，感谢关注。你给我洗了，这是不是给黑黄？这是最后一啥了？